去年的时候，我在赫尔和林亦扬打过，是我输了。他的成绩不是用嘴说来的，而是用这个。今天下午的对抗赛，是不是可以自己选对手啊？想跟谁打？不要说林亦扬来一场比赛，他还真打不过。不是为了钱吗？让你来，肯定你赢了。正好，他上午刚跟我说完，说前两天的对手太弱了，想要找个实力相当的。平时男女有别，也只有在训练的时候能切磋一下。看好你哦，加油。本场比赛是11局6胜制，林亦扬已经率先拿到了赛点，场上的比分是73-0。对，孟晓东现在即使有机会上场清光台面，也得做两杆的斯诺克才能反超。林亦扬只要打进这个黑球，基本就锁定了胜局。IT 这一杆打得非常的漂亮，林亦扬成功的把红球 K 打了。96。105。看来他不仅仅是想赢，而且是想拿满分的样子。苏海，去年的时候，我在赫尔和林亦扬打过，是我输了。
他的成绩不是用嘴说来的，而是用这个。在赛场上，我们只用这个说话，对吧？深呼吸，安静，这一刻铭心静听。背后整个宇宙都在窃窃私语，纷纷为我加油，我要赢。沉住气，清醒，这一场剧中入侵，身边每个眼神都是默默赞许，短短一句加油，你能行，你能行。过去的我生命里每一天都在等待着一刻，像每一颗流星遗留的夜空，终于迎来了心动。马上就到团体，看着你的目光，心甘情愿被点亮。未来的我，马上就到团体里，每一天都会延续这一刻，像每一朵云染情的天空，终于告别了心中，大漠荒凉去绽放。马上就是餐厅吧，深呼吸，安静，这一刻铭心静听。马上就到餐厅了，背后整个宇宙都在窃窃私语，纷纷为我加油，我要赢。沉住气，清醒，这一场剧中入侵，身边每个眼神都是默默赞许，短短一句加油，你能行，你能行。过去的我生命里每一天都在等待这一刻，像每一颗流星预留的夜空，终于迎来了心动。看着你的目光，心甘情愿被点亮。未来的我，生命里每一天都会延续这一刻，像每一朵云染情的天空，终于告别了心中。恭喜林亦扬以满分150的成绩拿下了晋级。是的，在公开赛正赛的第一天，在自己的国土上，自己的本土球员拿下一杆147，我想这份荣誉呢，不仅是属于林亦扬，也属于中国军团。是的，感谢林亦扬、孟小冬。老人家年纪大了，估计做不了这么久。海决轮的比赛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在整个斯诺克的历史上，147满分杆只有100多次，而且每一次呢都会被国际台联记录在案。那我们也要恭喜林亦扬，恭喜他。